不是河南话吧？懂不懂？慢一点，普通话不中，那讲普通话啊。农民戴的，农民戴的小草帽，李莲英的太监帽，唐僧戴的莲花帽，国王的帽子皇冠帽，最后一顶越南帽，打开一层向日葵，杂技演员的独轮车，宇宙飞碟 UFO， 拉开狮子滚绣球，插上一对双绣球，打的健身羽毛球，冲击了饮酒的大酒杯，我才变成小酒杯，儿童玩具溜溜球，云南花鼓咚咚咚，金鱼缸红灯笼，古人制作的跑马灯，中间一捏变莲花，小姑娘穿裙戴帽子，饮水缸宴会缸，讲究卫生的痰盂缸，小昙花莲花坛，拜佛求经香炉缸，张刚放哨小炮楼，少林和尚珠网铜钟，好，没了没了，蓝猫鱼人宝，豌豆葵花向眼开，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收起来很简单，翻开两边拉中干，三十六种变三十多种了，这东西变三十六种了。不是我这一下就学会，你必须拍，你不拍了以后，那简单的是小草帽、太阳帽、独轮车、飞碟、鸟笼、车轮滚滚、喝酒的酒杯、小酒杯、鸟巢、鱼缸、灯笼、五彩光灯，三十六种。手这样说，这样说，这样说。三十六种。这样说，这样拉中间，收起来很简单，手持里边拉中间。好嘞，谢谢。